果然仙气逼人，哎，还自动转圈来，来来来，那就麻烦一比右边、中间、左手边，还有我们后方摄影高台的朋友都来照顾一下大家的视线。你有没有约会过吗？ 不要问这个，没事，没事。浪漫爱侣约会中，321 action， 来约会来，哎、欸、来，哎、欸，我好主动讲话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看什么电影啊？蜘蛛人好不好？还是那个寄生上流？ 寄生上有没有说到味道是很重要的哦，大家记得要用蓝诺。衣服芳香豆，好聪明哦！我先不爆雷，但是你们去看你就知道蓝诺衣服芳香豆有多重要。现在讲到那电影院好了，嗯，你看看，那蓝诺呢？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我知道了。OK， 好了，OK，达到目的了。是，那来二选一，我觉得是甜花石榴香，你觉得甜？ 对，今天是香香大使，而且我的名字副里面就有一个香，哦、就是香香香大使。我自己使用的蓝诺英芳香豆嘛，所以我心情就很愉悦。我心情愉悦就不会臭脸，所以自然就会展现出另外一种面部的香气。<笑>所以通常是什么事情会让我臭脸？<笑>不会、欸，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臭脸。<笑>那如果帮另外一半洗衣服的话，你会选择什么味道？另外一半。 洗衣服的话，其实刚刚那个甜麝香一个新的味道，清平甜麝香，其实我觉得麝香还蛮迷人的。他今天刚好跟 Ella 同一个活动，嗯，我们那么刚好，大家对啊，选在同一天，不知道哎，就是刚好，就是刚好。他刚刚就呼吁叫我们赶快来，赶快结束，这样来你这。真的、哦，对啊。好，那你们大家这边不要走哦。<笑>有看到杨丞琳被求婚成功，被求婚成功，关掉这件事吗？ 是啊，对，恭喜，很少滑 IG， 对不对？因为我早上在那个梳妆，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，是今天，对，在今天啊，太好了，又是好事一桩。